对啊，怎么了？可以，反正我也准备丢掉了，你要的话就拿去吧。谢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这个我吃过的，你怎么给你孩子吃啊？今天一天都没吃过东西，你看现在天都快黑了。这个样子吧，你们两个在这里等我一下。哎，你们怎么还在吃这个？来，我给你们一人买了一个，快吃吧。谢谢叔叔。不用谢，妹妹，里面还有水。对了，妹妹，我看你背了一个背篓，你今天是来赶集的吗？那孩子爸爸呢？那现在天都黑了，你准备等到什么时候？他不过来的话，那你不就是等一晚上吗？这也太没责任心了吧！这么冷的天，让你们两母女在这里等他，孩子还这么小。这个样子吧，你再给他打一个电话看一下。没人接啊？那这样，来。你用我的电话打，打通了你跟他说。来，拿去吧，你用我电话打一下。忘记了，好像在打牌，他还好意思生气啊？他把你们两个放在这里等这么久，怎么这么没责任心啊？走路回去，天都黑了，怎么走回去啊？你这里还有多远？别忙着走啊！你真的打算走回去啊？你还带着一个孩子，这么冷的天，现在天都已经黑了，你等你走回去，那都到什么时候了？这样吧，妹妹，我碰到你，我们也是缘分一场，我送你们吧。对啊，你看，怎么会麻烦呢？你看你孩子还这么小，你们走回去，这么冷的天，你就别推辞了。行，到时候到了以后你看着给吧。那我们走吧，快走吧，好冷啊这里。
妹妹，这里面就是你的家吗？对，车子开不进去了。那我就送你们到这里吧。你们赶紧回去吧，回去添件衣服。你看这孩子冷成什么样子了，你也回去添件衣服。路费我就不要了，我本来就不是跑车的，我今天就是看到你们母女两个人太不容易了，所以就想送你们回来一下。赶紧回去吧，你看这么远你还想走路回来。我开车都开了一个多小时。行，那我们就回去了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今天。好，赶快回去吧，路上小心一点啊。行，那我们就走了，谢谢你了，有机会再见。不要神的光，只要你的平凡。